今天要去大阪的领事馆，因为呢，我的好朋友刚刚到日本了。对，他在那儿工作，所以我要去见他，然后就顺便拍一个短视频。因为我没有去过领事馆，想去看看。到了，哇，中国国旗。Hello， 欢迎，不能握手啊，握手，不能呀。这就是我们驻大阪总领事馆，我们先按规定，来先测个您的体温，测体温，对。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了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总领馆从这个疫情发生以后，我们就是严格的做好这个疫情防护。这一次实在抱歉了，没有办法请你吃饭了。对啊，本来是要一起吃饭的。如果正常来，我是肯定要这个。对啊。盛情这个招待你一次。因为还是疫情。对，这个里面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会客室。哦。到这儿来。对。哦。开会什么的。一般是来一些客人在这儿，做一些交流。哎，这边不是有那个乒乓球吗？对，可以随便玩，可以随便打。你会吗？年轻人，我是以前会，现在不会打。现在很多年没打了。这里边呢，还特别向你介绍的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春节包。哎，这春节包，还有这个健康包。杀气嘛，还有这些瓜子也有，帮他们宣传了。这些东西基本上不用宣传，大家都知道。这特意那个进口的吗？不是，这从国内寄过来的。啊，寄过来的。对，因为疫情是同学们都回不去过年，能够缓解一下大家的思乡之苦，所以我们这送给谁呀？这个送给留学生。留学生，每一个留学生吗？每一个留学生，都有。因为现在大阪中国的留学生很多，超多啊，每一个。当时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屋子堆的满屋子全是。这里边呢是健康宝。我们在春节之前，就在这个疫情最严重、最紧张的时候。因为当时在日本国内也是这些防护用品也是比较紧张嘛。对。这个呢，说实话还是当时还是挺受欢迎的。那肯定的，因为当时买不到口罩。对，当时买不到。就是今年的春节。今年的春节。好。这个作为非常的正式。就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我今天没有穿什么西装啊、衬衫，因为朋友嘛，我们没有想到这么正式的，这日本的国旗，中国的国旗，还要做这么正式。但是不能提供茶什么的，现在是吧？他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呢，我们这些都这么严格啊？对，不愧是中国。他们为什么一直在站着？可以在坐下，坐下来，不好意思，坐一直站着，坐下有点不好意思，不是那种外交的什么正式的开会什么的，根本没有，都坐下来，完全不需要，客气。他们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，不用。疫情之前中日关系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还有疫情，对吧？对。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交流都切断了，所以就感觉国家和国家越来越远。是，这个不太好。越来越远，但是这个呢，现在说是信息发达，但这个信息本身很片面的，对，也很乱，对，真的很乱，真的很乱。因为原来很多中国人来日本旅游啊，什么，他们亲眼看到日本的样子。对。那现在都看不了，所以靠网络的信息来判断现在的日本是怎样。对。那他们越来越偏见。我呢，作为总领事，来刚满一个月，在这之前呢，我也是一直在从事中日关系方面的工作。说实在，感到比较这个头疼的事情，就是日本国内。所谓中国的信息走得太偏，都是黑中国的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对，太过分，让人烦恼的事情。对，如果是网络电视新闻，就报纸啊，就黑中国的太多了。
可能中日双方要一起来做一些启蒙的工作，嗯，启蒙的工作，因为在这方面，所以说我是挺佩服你的，哎，这真是这个，没有没有，你从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，嗯，能把一个真实的状况通过这个形式，这个传达出来，这个给了很多人一些新的一些思考，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展示一下，这什么？是我们的这个做了一个熊猫的，我们的叫盼盼吉祥物。对的，吉祥物，我们这些吉祥物，就外交官画的吗？对对对对，这是我们自己创作的。然后不像外交官的感觉，いろんな人材いるよ。对啊，动漫呢？你看，对，你看还有这个，还有这口罩，口罩也有啊，口罩也有，熊猫的口罩，熊猫的口罩。嗯，那应该可以，你们可以把它卖。不能卖，这个外交机构是不能干的事儿。这口罩也有，我也戴一下。对，拆拆一个，可以。哦，我还挺好的。哦，这里有熊猫，是吧？哦，他们的便当晚饭，便当饭盒，他们现在不能在外面吃饭。嗯，对，每天带回去。吃了熊猫，これを食べて。いや、そうですよ。一緒。だからカレーを食べて美味しかった。いや、そうですよ。ココイチでしょ？ココイチ。ココイチなんてただの連想店じゃないですか。でも、ほとんど久しぶりだから、美味しかったよ。我要去吃饭，我要在外面。对，祝你好胃口。祝你好胃口。辛苦辛苦你。行行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那下次再见。好，好的。